是徒儿鱼豆呢。Hello， 小伙伴大家好，我是师傅江叔，我走了，鱼豆啊。你去哪儿呀，师傅？我上太空干正事去了。你有啥正事啊？也没啥，就是想离远点嘛。把火箭还给我。你干啥呀，姐？是不是招打呀？再也不见，师傅就这么走了。我得去看看我的蘑菇变异了没有。这蘑菇种在地狱里好像是不能变异，是不是？我这已经等了几天几夜了都没变。哎，好像是有小伙伴告诉我，地狱里种的蘑菇不能变异，那可真是浪费哟。鱼豆，快来！来干啥呀？蘑菇在太空变异了，快来！那你直接捡回来呗，那还得让我去。我没带剪子。师傅啊，我看你是不仅没带剪子，你连脑子都没带呀。就算带了，也是带了个空脑壳。哎呀，快来，别叭叭了。哎呀，来了来了，师傅，我到太空了，这茫茫太空，我上哪儿找你去啊？往我的方向走不就行了吗？师傅，我这氧气背包我没带呀，没有氧气背包，我骑不了坐骑，我只能靠我的大长腿，我慢慢的走过去了。啊，我给你把那个氧气背包送过去。啊，师傅，你可真好呀。你才发现呢。哎妈妈妈妈，跟窜天猴似的。来来来啊，给你氧气背包，一个就行啊，这也别给太多。真抠啊！哎呦我天，这还给我一个快用完的。别一天天说我抠啊！来来来，再给你一个，给你一个。哎呀，变异了吗？这不是？快点干活，快点捡啊！我说你咋这么好呢？别磨磨叨叨的啊，快点的 啊！等会儿赶不上回家的车了。哎呀，别跟催命似的，这不是来了吗？我这不是勤勤恳恳的在这里干活的吗？你带回人券了吗？给我一个呀。哎呀，我也没有。就不愿意跟你这傻帽玩，我走了啊！你别打，别打呀，跟你开玩笑呢。你给我一桶石油，给不给？给你，跟谁学的？你一天天的。啊！给我火箭，火箭没了，我的火箭也没有了，我上哪给你火箭去啊？呜喳喳的呀，快给我没了吧？还不是你找这个破地方，还好我这块还有传送卷轴呢，要不然完了。给我来耍。你说要是咱俩火箭也没有了，传送卷轴也没有了，那你说咱俩可咋回去啊？那你就在太空老死吧你。哼，老死那也是你先老死。我们回来了。哎呀，好了，小可爱们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吧。喜欢鱼豆和江叔的小伙伴们要记得点上关注呀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西瓜 play 打榜活动又开始了，小伙伴们，如果你喜欢迷你世界，喜欢鱼豆姐姐或者支持正经家族的话，那就快来助我们一臂之力吧。只需要在西瓜视频中找到鱼豆的置顶视频，点赞、评论、发弹幕，就可以给鱼豆姐姐助力哦。如果加入鱼豆姐姐的粉丝团，还是3倍的助力值呢。如果我们取得不错的成绩，鱼豆姐姐会送出惊喜小礼物哟。